旧好尾溪大排，因为上游甲下游比较较悬，伫咧土库镇石庙里的其中一段有较低，若是风太大水，就会造成这个所在淹水，影响居民的生活甲种植。经过地方民意代表甲民众的澄清了后，管区水利处将伫这段来加悬护花，设置水门甲排水设施。县长张丽仙也甲县长来会勘，和大家交换意见了后，对县长阁需要加强的水沟啊、甲道路改善部分，也表示了全力支持，想办法将工程一摆做个。每一次呢，落大雨吼，都大雨，这个水位才淹过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范围内底所有厂房拢总入水啦。讲到这个所在淹水的状况，都伫周边的居民上了解，因为地势的关系，河谷后尾溪大排伫土库镇石庙里这段，拄到风太大雨都挡袂掉。上面比较高，下面比较高，只要水假如下雨的话，啊，下面的水已经满了的话，这边比较低，就从这边溢流出来，加个通加通管，啊，伫两边的可能加一尺外，直接会加到四五四尺外就对啊，咱家会做一卡水门。诶，这里遮吼，啊，在水门的时阵，到时阵内底水就是会为遮打扣出来。因为居民和地方民意代表的定情，关乎伫九月底十月初协定应急工程，十二月完成设计发包，并且进行施工前的协调会，听大家意见。这边如果说咱这是较属于下游了哈，啊，这边的话呢，再能够再疏通一下哈，我们上游部分应该是积水的状况也会减少一点了。足久以来都拢有这个问题啊。以及我甲咱县政府反映，啊，感谢咱县长吼，已经积极进来甲咱处理。会当做好势，唔忙做二二六六就好，哦，啊，唔忙讲啊，咱做诶无什么作用，这个就不好了。都是因为遮实在淹太侪年了，县府愿意重视，并且赶紧来协助改善，大家拢真希望会当做好更加完善，一届就完成。切糕吼，爱搁甲做完善，啊路面一定会受损，所以路面爱搁铺更加平整啦吼。所以预算吼，应该是超出目前的这个预算啦吼。所以阮即卖当改做较完整，啊较透身吼，啊互咱的乡亲感受着讲，每一分钱呢吼，拢是用在刀口上。所以增加经费，加强排水的设施，县长张丽仙嘛表示全力支持。期待即届工程，和淹水的恶房赶紧过去，幸福居民安心生活的好所在。记者林玲采访报道。